使用牙尖刷清洁牙套。牙尖刷看起来像一棵小的圣诞树，它是一种前端细小、刷毛可360度旋转的牙刷。牙尖刷的刷头比牙刷小很多，它能有效地清洁矫正器周围的牙菌斑。你可以随时使用牙尖刷。在刷牙前使用牙尖刷有助于松动牙菌斑，以保持口腔卫生。将牙尖刷放置到主公司的下侧，一上一下清洁每个牙套托槽的周遭，如此重复清洁每颗牙齿。